今天3点到5点是一个特别的时间。什么日子？壬寅年、壬寅月、壬寅日、壬寅时。这个四同有什么说法？在历史上，据说这个关羽啊是戊午年戊月戊日戊时，张飞是四个鬼害。那实际上是不是呢？实际上，据历史考证记载，这个关公是庚子年生的，刘备还比他小一岁。这个张飞是丁未年，小8岁，那就是四个丁未了。那很显然不一样了，干支更不同气了。那我们都愿意把这些特别的人冠上特别的这种命造，实际上这二者自然都是很难得的。他这个即使不是这个，他也是命数，肯定也是很特别的。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时间，那就更特别了，可以说是百年一遇。那有人说，好好的，我早上起来3点到5点，至少我现在还在，是吧？那我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梦啊，就是那样。因为人的这个自我气场也是很强大，说明你命不该绝。这个特别的日子啊，自然也有特别的事儿，可能我们也不知道，是吧？那当然，如果说是如果存在这个四个辛酉或者四个乙卯啊，我们有这个基础的，知道这个干支更纯，那它这个能量自然更强。那有没有呢？没有。那四个辛卯四个乙酉是有的，这个很多人不搞理论不搞研究不知道这些有趣的事。那我们说这个四壬寅，它的概率有多少？说过了，百年一遇啊。我们这个也算了半天，你看这个五虎遁五鼠遁，这个甲己之年丙寅，丙寅月，这个六年啊，因为这是十个干支嘛，十年，每个干支它有六个就是组合，是吧？甲子啊，这个因为六个地支嘛，就不具体说了啊，太啰嗦啊。六啊，六分之一，每个都有六分之一啊。那这两个稍微多一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庚寅啊起，然后跟这个辛。它其中是挨着的，所以说它结束也是在庚辛，庚子月、辛丑月，也就是说去年有可能是啊这个一致。那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每个月30天，而干支60个，刚好去年没碰上，那今年就碰上壬寅，也就是说整个六分之一再加上两个，就算下来就是2/15，这个年月概率。那有人说那就简单了，是吧？这个每个月有60天，30天是不是乘以30？不是啊，因为它跟它这个前面干支要一样，所以说只有3次机会乘一个3。那同样道理，这个也是2/15，再一乘下来，就是这个75/4。也就是说，再把这个四除开，大概就是19年，19年，可能还要多，因为，虽然它不到啊，但是还要多估计，因为这个30天，这个大小月，我们知道，一个月是29.53天大概，所以说一天，它的这个，就是概率还要再小一点。那有的时候它刚好也不是碰到那个开头结尾啊，那个干支这个月的不是从甲开始，从戊开始，比如说，所以说啊，这个概率就更低了。那就大概就是要20多年一次啊，才能碰到一次这样的。那下一次不知道你还在不在。